女朋友生气了，怎么哄她开心？媳妇，你别生气了，笑一笑嘛。哈哈哈哈哈！你要走？前段时间我们不是搬家嘛，加上我们新养一个宠物，所以室内空气不大好，然后可能因为正义这个脸过敏长痘的原因，脾气异常的暴躁。你们听，他肯定又在骂小胖子。哎，哎呦我的妈！叠衣服呢？那你叠吧。以后要听话，你们老脸啊！不听话，妈妈就打你。韩建斌，我跟你说多少遍，不要老是把家里弄得这么乱，看得见的看不见的全是污染物。服了，你是听不懂人话吗？平时同事拿出来。喏，看到过吗？这是啥？这是飞利浦的空气净化器，可以一键滤除甲醛等99种空气污染物和过敏源，360度循环风炉让全屋快速净化。难怪我说搬到新加坡，我老是不舒服，所以脾气格外暴躁。这段时间辛苦你了，不要让我。那我们来一起努力。你说。我想起来了，这又不是你的功能，是这个空气净化器的功能。